瓜巴古镇达瓜巴古镇社区旅游部。这座位于攀牙府达瓜巴县的古城，对于想要体验攀牙原始文化的游客来说，便是不可错过的旅行地。游客可在古城中漫游，探索古城建筑、生活方式、文化和拉玛七世时期锡矿场的遗迹。这个城市的魅力在于它的历史性，主干道两旁是整齐的两层建筑，每个建筑都具有独特的装饰风格，但又都彰显着那个时代东西方交融的中式葡萄牙风格。每逢周日晚上，主干道将封闭交通，这里会变成游客和当地人流连忘返的夜市，可以逛街、去寺庙祭拜，或者仅仅融入到当地的闲适的氛围中。